今天来到这古色古香的地方，要带大家远离尘嚣。嘎嘎嘎，蚊子这么多，小心感染登革热。大家一起来清除滋生源，盆栽底盘、宠物饲料容器要经常刷洗干净，避免蚊卵附着。屋后沟、屋顶排水槽每周清理，不阻塞。菜园储水桶要加盖，不使用的桶子要导致晾干，避免再次积水养蚊。瓶瓶罐罐要倒干净再回收。预防登革热，清除滋生源，大家一起来 ，Action！